大家好，今天呢比较特别，今天来到一个单位哈，它是有蜜蜂窝。那我们已经也是知会了波爸，然后他会尽快的时间来处理，只能晚上处理哦，因为晚上呢蜜蜂才会回家，然后他能够歼灭这些蜜蜂。OK， 那这个单位呢，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进来看一下有没有 licking 等等 issue。然后现在蜜蜂窝在短短的应该是少过两个星期就已经进得好大好大。OK， 大家好奇吗？好奇的话带你去看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来，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单位了。OK， 它是一个很美的单位，是一个三房的单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大家看到哈、哦，可能有点曝光。叮，咦，好给力啊 ！OK， 试想想哦，如果这些哦，在你人在国外，然后物质的所失 ，OK， 又没有交托给人家处理的话，这样谁来处理呢？这个窝只能越做越大哦，因为它是在阳台啊，蚊子要进来也很难，它只能破门哦，是吗？也不能哦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侧辣手的问题哈、哦。所以今天你的如果房屋没人住的话，是给谁住呢？自己想一下，如果今天屋子没有人住 ，OK， 你没有找到租客，或者是说没有人帮你打理的话，请问你的屋子给谁住？好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